张立起来，在我们选的殿中，我们宣读这个星期的经文。Yeah. 这个星期的经文是马太福音六章三十节。好，来，我们一起来读，我们一起读三次，好不好？好，来，怎么样？一二三，野地里的草今天在，明天就丢在炉里，神还给他这样的装饰，何况你们呢？再来是马太福音六章三十节，野地里的草今天还在，明天就丢在炉里，神还给他们这样的装饰，何况你们呢？ OK， 来，我们再来最后一次，我们细读好不好？来，一二三，马太福音六章三十节，野地里的草今天还在，明天就丢在炉里，神还给他这样的装饰，何况你们呢？好， OK， 让我们一起举起我们的手、yeah. 我们来宣告，神啊，神啊，今天你让我得自由，你让我得自由，今天我要见到你，我要经历到你，我要经历到你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我们一起来拍手。哈利路亚。这里有荣耀 ，Amen。这里有神的荣耀 ，Amen。一起来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这里有荣耀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这里有一直永留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这里有光明自由，敬拜神应如同水永流。
路亚，我们宣告今天早上神的荣耀在这里，我们要经历到神。阿们，我们大大声的说阿们，阿们，我们要渴望经历到我们的神。阿们，哈利路亚，拍手一起来，哈利路亚， ready， 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这里有荣耀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这里有一直永留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这里有光明自由，敬拜神一路从始永留，永活的主你在这里，哈利路亚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这里有荣耀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这里有一直拥有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这里有光明自由。敬拜神一日总是拥有，永活的主你在这里，你是起初的，末后的。昔在今在永在的主，全心敬拜你，大声欢呼，羔羊被高举，公义的日头如冠朝阳，万国赞叹你的荣美，圣洁公义主必然成行。昔在今在永在的主，昔在今在永在的主，昔在今在永在的主。神，一二三，呜！哈利路亚！真的感谢你，今天早晨，你的荣耀在这个地方，你与我们同在。阿爸天父，今天早晨，我宣告你是我的阿爸天父。哈利路亚，你与我同在。你是爱我的天父，你永远都不会放弃我，因为我知道你一直都在爱着我，你一直在这个地方，你爱我们每一个人，你手触摸我们每一个人。虽然这个世界很大，虽然这个地方很大，我看着很渺小，可是今天神要对我们每一个人说，你是那个特别的人，在他里面你是一个很独特的人，你是唯一，只有这样的你在这个世界上，只有一个，你是那个独一的你。今天早上神提醒我们，你是重要的，我是重要的。
在流泪的过程，你永不离开我，丢弃我，我深知你顾念着我，我知你顾念着我，吸引我贴近你心，拥抱在你怀里，我爱你，我的天。吸引我贴近你心。
进入到我心里面，你进入到我心里头，你与我来说话。神，我愿意打开我的心门，我愿意打开我这已久封闭的心门。现在我邀请你进入到我的心里面，我邀请你进入到我的心里面。今天早上我看到一幅的图画，一个的小朋友，小男孩小女孩，他拿着的一串气球，看着好像很开心，看着好像觉得是一个很快乐的事情。可是神做了一个举动，神拿一把剪刀把气球都剪掉，那气球就会往天空上飞。可是这孩子更快乐了，为什么？因为得了自由，因为他得了自由，他能够在空中飞翔，他能够很自由的随风飘，不再被约束，不再被束缚。所以今天早上神要告诉我们每一个人，你已自由了，你可以自，你是一个自由的孩子。 Amen， 你是一个自由的孩子。 Hallelujah Jesus天父，今天早上你释放你的爱，在这时刻天父，我们邀请你释放你的爱，充满围绕我们每个人。爸爸，我们尊荣你，天父爸爸，今天早上我们来到你家中，我们只想对天父你说 Daddy I love you， 爸爸我爱你，天父爸爸我爱你，我们爱你。这时刻感受到天父要用他的爱围绕我们每一个人，天父爸爸今早上要用他的爱围绕在这每一个孩子。天父，我们谢谢你，今早上我们相信你渴望来拥抱每个孩子的心，你渴望来拥抱我们每一个人。好吧，这时刻就让圣灵自由运行在我们当中，让天父在这时刻透过圣灵在我们生命当中来运行。 Thank you Jesus, Thank you Father, Thank you Holy Spirit， 谢谢你，谢谢你，谢谢你，谢谢你呀，谢谢你，你就在这里。天父，我感受到你的爱，你的同在，这时刻就在这里，现在就在这时刻这里呀。天父，我们谢谢你，继续来拥抱每个孩子。今天早上无论在实体或者线上的聚会，天父你就亲自来拥抱每个孩子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把下你的爸爸死了。拥抱我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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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拥抱我。天父，我们欢迎你，今早上你的同在，亲切地拥抱我们每一个人。来拥抱你的孩子，沙妈妈哭妈妈给他爸爸，拥抱我，拥抱。
近你身旁，我的旁将如鹰展翅上腾，我要与你飞翔，你身灵引领我在你爱
你圣灵引领我，在你爱里的等，我要与你分享，我要与你分享，你圣灵引领我，在你爱里的等。今天早晨我们在领圣餐的时候，我们知道圣餐在给我们一个人重新给我们提醒我们，耶稣他在十字架上已经成就的事。圣餐给我们一个的纪念，就是耶稣在十字架上已经战胜了一切。圣餐给我们一个重新有一个盼望，耶稣在十字架上他的宝血已经完全洗净遮盖，完全带来那个全然的医治在我们当中。阿们。今天早晨当我们在领圣餐的时候，所有的弟兄姐妹，我说你要全然的得医治，你要完全的得医治，你要完全的得医治，因为耶稣他在十字架上已经战胜了死亡，已经战胜了病痛，已经战胜了所有的捆绑，已经战胜了我们生命中所有的羞辱。因着耶稣基督，我们今天可以完全的自由。因着耶稣基督，我的生命重新的回到自由的里面。所有弟兄姐妹，凡是你的身体今天在任何一个地方不舒服的，我早晨说，今天早晨当你领圣餐的时候，全然的医治要领到你，完全的领到你。我们请招待员可以把圣餐先分下去。当我们一边在拿着圣餐的时候，我要读一段的经文。当我在预备的时候，我相信这段经文今天早晨重新的告诉我们，圣餐，当我领圣餐的时候，我是带着盼望来领圣餐，我是带着我生命的自由来领圣餐，我不在这个罪的辖制里面。在罗马书第六章，罗马书的第六章的第八节，他说，我们若与基督同死，就信必与他同活，因为知道基督既从死里复活，就不再死，死也不再做他的主了。他死是向罪死的，只有一次；他活是向神活着。这样你们向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，向神在基督耶稣里却当看自己是活的。所以不要容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上作王，使你们顺从身子私欲；也不要将你们的肢体献给罪做不义的器具，倒要像从死里复活的人，将自己献给神，并将肢体做义的器皿献给神。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，因为你们不在律法之下，乃在恩典之下。弟兄姐妹，十四节告诉我们说，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。说 Amen。 Amen。 今天早晨当我们领圣餐的时候，一定要告诉自己说，罪不再做你们的主。 Amen。 罪不是你们的主。 Amen。 耶稣基督才是我们的主。很多时候当我们在软弱的时候，我们疲乏的时候，我们的身体软弱的时候，我们会说我们太无能了，我们主啊，我太软弱了。但是今天早晨神的话语告诉我们，罪不能做我们的主。今天早晨当我们领圣餐的时候，我要宣告早晨有一个全然的医治临到我们这里每一个弟兄姐妹。Amen。 你的身体在哪里软弱疲乏的，今天早晨我说，当你领圣餐的时候，重新看到一个力量跟刚强在你里面。罪不能做你们的主，因为你们不在律法之下，乃在恩典之下。今天早晨当我们领圣餐的时候，我们在宣告，主啊，我在你的恩典之下，我活着在你的恩典之下活，我接下来的人生是在你的恩典之下继续的活着。阿门。我不在罪的律法之下的控告的辖制的羞辱里面活着，我是在你的恩典之下活着。所以圣餐永远的在告诉我们一个的盼望，耶稣他已经付了所有，耶稣已经为你付了所有，所有你被欠的，所有过去你被偷窃的，
所有你过去所失去的，所有你过去被谎言所辖制的，今天早晨当你领圣餐的时候，我说因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是要成为你生命中的火，在你里面要重新的活起来，重新的活起来。当我们吃下这个圣餐的饼，代表着耶稣的身体，耶稣为我们所受的鞭伤一边一边打在他的身上，他在告诉我们，他在告诉世界，他在告诉所有的罪说，我愿意为我的子民，我愿意为我的儿女承担所有的羞辱，所有的伤痛都要带在我的身上承担吧。所以我说今天早晨当我们拿起神的饼，神这个饼的时候，当我们吃下的时候，我们说耶稣谢谢你，因你所受的鞭伤我，因你所受的刑罚我得平安，因你所受的鞭伤我得医治。主啊谢谢你，所以我的身体因为耶稣基督你已经为我承担了，所以我今天平安要进到我里面，耶稣的平安再一次的居住在我们心里面，耶稣的平安再次如一个风，如同这个的气要再一次吹向你的时候，你只需要把它吸进去，领受进去，耶稣的平安在你里面。让我们先领，一起先领受这个饼，圣餐的杯，这个杯代表着耶稣的宝血，圣经里面说葡萄汁代表着耶稣的宝血，宝血带来的是一个的能力，宝血带来的是一个生命力。今天早晨当我们领受这个葡萄汁的时候，我们再要重新的回想，告诉我们自己一定要永远的记得，因为他的宝血的大能今天早晨要完全的进入到你里面，耶稣宝血的能力在我们里面，所以我们今天我们的身体是要完全的更新过来，完全的更新过来，完全的被恢复过来，所有的混乱都要完全的打回到原形，要重新回到秩序上。主啊这是你的身体，这是你的流出的宝血。主啊早晨我们喝下的时候，我们说神啊，我们领受新的生命在我里面，新的生命在我里面，阿们，新的生命在我们里面，阿们。当我们待会领受完之后，我们继续花一段时间来唱那首第三首歌《拥抱我们》。我感觉今天早晨天父的那个的医治就是这么样奇妙在我们当中运行。我们先一起来领受这个杯，拥抱我。拥抱我，让你爱围绕我，吸引我，继续的高举这个靠近你身旁，他配得我们如此的敬拜。高举敬拜这位良善的天父，靠近你身旁。
你设定引领我在你爱里踏浪，请音乐继续的弹，感情继续的弹，好不好？弟兄姐妹举起你的双手，这个时刻你闭上你的眼睛，向着我们的天父举起你的双手，说主啊，我在这个地方。刚才我在后面预备的时候，我深深感看到一个画面，深深清楚的，今天早晨他差遣他的天使在这个地方，这个地方今天早晨要看到很多很多的医治。如果你在哪，你的身体哪一个地方不舒服的，你这时候你就举起双手，音乐再释放出那个医治的大能在你里面。你只需要向神说，我领受，我领受， I receive， 我领受，我领受。你在哪里不舒服的，你神今天早晨那个医治来的时候，你说我领受，你就是这样的举手，天父说我领受，我看到，我领受他。领受他。在我们当中，我感觉有一些的眼睛敏感的，这段时间不晓得为什么，就是眼睛方面非常不舒服，好像就是好像随时都会一直在流眼泪，这样一直泪一直流出来，不晓得什么原因，好像很敏感啊，还是怎么样？但是我看到神医治了你，神医治你，神医治你。所有臀部部分痛的，臀部这边臀部的那个范围痛的，耶稣医治你，你领受他，领受。这个颈项部分，颈项不舒服的，现在得医治，领受它，领受，领受它，不要怀疑，你只需要领受，说我领受耶稣的医治，是耶稣他在这个地方，是他在这个地方。在我们当中好像感觉有人有气喘问题的状况，我说气喘今天早晨要得医治，凡是气喘的，可能是你家里的人，你也为他站在这个地方，你说我领受这个医治，气喘的要得医治。耶稣站在这里，领受，继续的领受，不要急，神的医治在这个地方。另外一个我看到头脑的部分，好像后脑的那个范围，我不晓得什么状况，我就看那个后脑的一个图画。我感觉今天如果有人在我们当中有后脑的问题部分呢，我祷告医治，现在领导你领受那个医治，耶稣的医治领导你，耶稣的医治领导你，领受，领受他。缺乏的，你生命中你知道很清楚，好像我缺乏了一些爱的，今天早晨我特别祷告天父的爱非常的浓厚加在你里面，你要得饱足。你知道你好像感觉真的很虚空的，我祷告今天早晨天父的爱，很浓厚的爱充满着你的生命，充满你的生命。谢谢你耶稣，最后一次拥抱我，拥抱我，让你爱围绕我，吸引我靠近你身旁。
我要与你飞翔，你生命已引我在你爱的大能。继续